6月2号一大早，宁静就现身机场了。不过这一次宁静可不是一个人来的哟，而是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现身的。当天宁静身穿红色外套、黑色裤子，整个人看上去十分年轻漂亮。而身边的这位身材壮硕的帅哥就是宁静的混血儿子了。如今呢，儿子一转眼已经21岁了，并且出落的完全就是帅小伙了。这五官十分精致，并且长相也很帅气，只是装扮颇有美国风格，酷似美国牛仔哦。只是这样在国内的装扮真的很吸睛、很拉风哦。如今宁静21岁爱子身材已经发福了，身材超大只的，与宁静一起走在机场，两个人像极了姐弟呢。当天宁静和儿子一路走都十分机警，眼神四处张望，相当犀利。不过儿子全程紧随妈妈身后，想必如今已经成为妈妈的守护天使了吧。